煞找过，才知影什么是生活。北风若落山，水牛着爱歇睏，落山风的土地，听着阮生活的风飞沙。不管海风安那吹，半山的红枕头，点点美丽涂脚头，来甲阮咪相吹，好嘞嘞，辛苦苦，做事人啊。咱来秋天的风飞沙吹过，不管海风安那吹，百年的故乡，同款点点啊徛伫遐，唱彼段思乡语，好嘞嘞。做实人啊，等待冬天的落山风吹过。哇，这有够水的啊！嗯。来，恁两个徛遐，我甲恁两个翕相。好。这里啊。来看我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双飞，你帮我两个翕相好无？好。来，你家的好啊，看这边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好。行，俺去那边看麦啊。哇，这海沙坡特别甲别位拢无相像呢。阮高雄的西海岸虽讲真水，不过遐的沙拢是乌色的，也是这海沙较特别。阮这的海沙坡差不多吼有两百公尺长啦，啊，这海沙吼甲别个所在无同。哦，无同，不是沙。无是啥？这吼拢是有咧卡酸哦，啊，佮有一种叫做有孔虫的海边生物，啊，因的幼沙肉吼，互海鹰抢过，但咱做坏了哦，就变成吼这款幼沙啦，啊，这就叫做雷卡沙。雷卡沙，佮是毋捌听过呢，是毋是伫咧骗我嘛有啊？啊，这吼大家拢叫伊星沙啦，就是有孔虫啦，啊，这伫台湾吼。干那滴皮哦，还佫有昆丁椒有呢。我要看，我要看。哇，袂卡沙呢，这个水的。啊，阮恒春吼，这片海沙堡，伊的碳酸钙啊，就是袂卡沙的纯度有97%以上哦。哇，这么高哦。阿姊，你讲话就是我老师呢。哈哈，你配两个阿姊，本来就是老师啊。啊，你哪会知？啊，对我校长的女朋友红丽花讲的啦。哦，丽花姐哦，啊，伊佫甲你讲啥物啊？伊讲你已经有答应过要好好啊照顾我，比我若要知影啥物，就直接来请教你啊。我哪有啥物资格通照顾你啊？我就是吼，带你来乡村才行行看看，甲你介绍者，嘛算是吼尽我在地人的义务啦。好。啊，是啦，是啦，啊，恁徛遮，我甲恁两个翕相。一、二、三，啊，不然起来看麦啊，好无？好。小慧姐，我带恁来去遐啦，遐哦，搁较水哦。
佩莲啊，你遮的相片吼，我愈看愈感觉讲，感觉啥物啊？查甫的缘投，查某的水，恁两个人吼，根本就是，是啥？就是啥物啊？你紧讲。是迄个天生一对，有够顶对的呢。天生一对，明文姐，啊，你的意思是讲我？来啦，你看，恁两个人吼，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，拢是真标准的郎才女貌，哦，真正足素配的呢。一个吼做过老师，是咱新村的青春美女；啊，一个是青年才俊，新来报道的缘投警官。真的是挑工也顶啊火，嘛无底吹。你嘛有白乱讲。我哪有白讲？这下相片就是证据啊！来来来，你家去看。这个林嘉诚哦，根本就是天公白派的。我看伊吼，伊真有可能。就是你的白马王子哦！哎，我爱让你看啦，你吼那就小说看比我较济，小说济啊。我哪有？啊，你家己看，恁两个人徛做伙吼，根本就是王子甲公主啊！乱讲，佫会歹势歹哟。韩香哥哥，你看。这个嘉诚哥哥真正是一个烟斗阁漂皮大帅哥，你看这张。这嘉诚哥哥的体态甲风度，真正有够水的，着亲像第一明星。那我来烟斗，我看袂出来啊，你看。你的佩玲阿姊哦，真正有遐水呢。这查甫摆这款姿势吼，无可能阿变了。在，你莫看到对我这来吼，看卖者。哦，这个哦，人嘛是袂歹啦，不过吼，那是要跟我比，够差真多嘞。哈，你交面皮乌白讲，人我阿姊讲，阿斌哥哥是爱笨鸡鬼，你都不要欣赏，我不要给恁看，再一个。在，我看吼，你安尼袂用你啊。啥物袂用？你明明就是介佩莲小姐啊，煞毋敢讲。你看，即摆出现这个对手吼，确实是烟斗阁漂皮啦。我看吼，你真正歹啊。烟斗漂皮，你拄则毋是讲输你真多？在，你有啥物问题？你连我拄好骗你的迄句话，你嘛相信？那呢？你真正是无救啊嘞！甲你讲一句老实话啦，啊你唔通生气哦。依咱佩莲小姐的条件吼，你可生个这呢水着，啊那是咱专营村吼，要美女排名，伊绝对是第一名。佫是高中毕业，佫做过老师，你看厝内佫开一间农机行啦，啊家庭嘛袂歹。那是你嘞，无论是你的学历、家庭、佮浪漫，拢佮人差这呢远着。啊你看嘞啦。恁两个够速配，唔是有一句安尼讲，要够孝顺，低瓜棍。这句话吼，确实有较歹听啦，不过嘛是事实啦。好心提醒你啦，困懵困吼，莫阁迷茫啊啦。再，我真正是为你好，带你讲这老实话，你千万唔通生气呢。你要去对啦，中昼点要到啊嘞？啊，你要吃中昼无啦？韩香哥哥，你看，这嘉诚哥哥真正是一个烟斗阁漂皮大帅哥，着亲像第一明星。那是你嘞，无论是你学历。家庭去浪漫，拢敢若差这呢远着。安尼恁两个，够有趣味。
行赞啦，你挂起来吼，足缘投呢。OK， 嘿，这偌济啊？八一。哈？这样贵哦？真明白啊。在八号滴滴乐起来，希望没错无。公交车跑老高。嗯，今日哦，这天气看起来敢若要落雨，要落雨。下晡做工课哦，应该较凉啊啦。哇，谁？我是搁透中道，看到歹物啊嘞！你真是歹物啊啦！你安尼来无通知，去无消息，头家娘问你去倒，我唔知要安怎讲。你会使莫咧伤害无？你应该要食中道料，内底有饭菜啦，紧入去食。我爱食，你难免是报道幺，你莫怪我哦。伊甲四百二十七摕来啦。你过去吼，找只家私好啊。缘投，查某的水，恁两个人吼，根本就是天生一对。啥啦？菜！你俩在家度孤啦？困不起啊！困不起？你是讲你个人拢摕在家哦？嘿啦！咁要搞惊死啊！哦！哇！熊啊！阿熊啊！这安内。你最近是安怎啦？奈拢无倒来厝的啦。啊对。敢讲无闲，甲连倒来厝看阿母都拢无时间。来得坐车讲啦。唔免坐啦，我简单讲讲的吼，随便走啦。这张相片吼，你摕去看卖，摕去啦。这摆这个吼，天气嘛是足乌热的，听讲吼，人不但生做水，
骨力阁又好，阿母吼上喜欢这款新妇。明仔载吼，唔通阁加班啊嘿，从早倒来厝的准备，过顿工吼，通好好啊对看，一摆吼希望会成。你吼，我赶紧娶某生囝，通阿母抱孙呐，啊你嘛袂少岁啊。阿咱阿婷今年是几岁啊？十九。啊，唔知有兄弟姊妹啊无吼？哦，我阿婷都有一个大兄啦。哦，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，安尼一个好哩。来，阿婷来啊啦！来，谢你。来，罗嫂，阿婷呐。阿母恁在。啊，水，真水吼，水哦，佫乖嘞，嗯。谢谢啦，阿兄啊，来啦，饮茶啊。哦。饮茶啦，饮茶，阿兄，来。阿兄啊，有缘投吼，壮哉啊。多谢嘞，来。最快拢会自行。啊，唔讲今日买加班，你哪个出去滴工厂？哦，佮穿到这么暗头着，要去头算下，找我去好无？嗯？啊，我煞袂记，你今日相亲吼？安怎？又佫无满意哦？知，你吼就莫阁小心佩玲小姐啦。啊，你吼若有相当的对象，你就惨惨啊，低官切五角，紧啊推落去的啦，安尼较实在啦。嗯？啊，这边有先讲无？无先。啊，你有先啊，无先拢摇头，到底是安怎啦？我讲唔哦。啊，唔讲我也不讲白啦。嗯，啊，到最后是你决定，还是恁阿母决定？当然是我决定啊。啊，你决定就真好啊！你是讲你烦恼啥？我决定吼，你煞唔听我阿母的话啊？嗯，啊，无你就袂讲的。我早就答应过啊，结婚这件代志哦，要我阿母同意才有准算啊，我无爱回事无。在。代志到这来吼，你干那剩一步通行尔？多一步，就是去搏背梦醒，梦醒。这个阿美啊，本来读初中哦，嘛读了袂歹啦，啊，伊足友好的，
啊，看伊老母哦，家己一个人摆摊卖面啊，唔甘啊，才会退后来甲伊老母斗做啦，啊，实在足甘心的。有影骨力就对啊，查某囡仔吼，来骨力强壮，唔才会勤加。啊，来迄啰爱食搁便当，啊，逐工干会晓装水水的吼，迄款的吼，阮是带袂起哦。就是啊。这个阿美啊吼，你嘛有去探听过啊？迄厝边头尾哦，迄人人和乐啦，啊人哦，佫生了水啦，甲恁阿相哦，足速配啦。我嘛是有佮意啊，而且迄间红包哦，佮大包的。偏偏哦，阮这个阿相啊，唔知到底是想甚物。自迄间对看转来吼，我佮伊问几落摆呢，皆问吼，就是拢点点，啊，敢若一直害头啦，吼，实在有够害的呢。啊，伊是无介意查某囡仔打一点啊？伊嘛唔讲啊，嘛唔知吼，伊到底是咧嫌人安怎？无吼，我先来走啦。啊，等伊回来吼，你再甲问看卖。好啦，吼，好啦，歹势吼。啊，回来啦。阿兄，多好你回来。田姐嘛，有啥物代志？当田姐嘛来咱家，敢搁为着别项代志？伊是要问你讲吼，这边这个阿美啊，你到底有介意啊无啦？阿相啊，阿母在问你，你无听是无？哦，阿相啊，这几摆哦，甲你介绍的哦，这个算上水啊啦。你查某囡仔乖，佫会晓煮食，会晓款厝内，这款的对象哦，歹找啊啦。人天真嘛是足骨力的哦，甲你介绍遐尼侪，啊你拢无爱，啊无吼，你留另外介意的对象，看倒一个你讲，咱嘛会使用天真嘛去做啊。介是有效，我初中拢读无煞，家庭佫无好，想要介意甚物人，我哪会介绍想？啊，迄天对看吼，啊，恁红包包袂细包呢，啊，对方真欢喜，啊，佫一直甲我问，叨一天要去送订，人叫是讲吼，恁看了有佮意的，啊，想袂到。红包哦，迄个红包是阮阿母的，毋是我。还是有介意哦，你拍算就好了。真实的哦，哎呦，怎啊决定安尼吼，唔着好哇？哦，真赞哦，就等你这句话啦，足好诶，足好诶。罗嫂啊，我即马吼就来去甲对方讲啊。啊，你老师拜托安尼。哎呦，莫安尼讲啦。你阿爸打电话来呢。阿爸，啊，足久无看到伊啊呢。伊打电话来是甲你讲啥？讲要甲你做亲情呢。甲我做亲情？嘿啊！啊，伊讲哦，因遐有一个少年师傅啊，是高雄工专毕业的啦。啊，咱滴哦是大专生呢，啊人高二吼，啊家境阁袂歹。啊，伊讲看你的意思安怎吼，要介绍予你啦。啊，安尼毋着要嫁去高雄啊？嘿啊，啊若准做有成的时阵哦，啊看恁是毋是要去啊吼开一间啊工厂咧，啊是讲哦要阁继续留咧吼，互恁阿爸吃拢好啦，啊有恁阿爸在照顾恁吼，安尼阿母嘛较放心啊。啊阿爸是足疼我的啦，毋过若是要嫁去高雄吼，我无爱啦。哪会无爱啦？啊人去高雄哦是大都市呢。啊，我想要踮伫咧乡村啊，安尼才会用甲阿母继续生奶啦。啊，你哦是要甲我生奶到伫当时哈？永远永远啊！永远永远哦，好啊好啊，
我才咧烦恼讲哦，啊你若嫁出去啊，啊若嫁足远的时阵哦，啊看你若把这间店哦，看啥物人要来接就好。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我吼一直伫你的身躯边啦。敢有影？当然有影啊！我自细汉吼，拢嘛常听阿母你的话，你讲对吗？对啦，对啦。阮碧莲啊吼，上介乖啦，啊上听话啦，啊嘛是阿母哦，上介听的啦。一个啦，哦，相片呢？哎呦，恁两个人吼，真正足速配啦！好看啦！啊，佩莲啊，啊，你甲这个家庭，即马是正式咧交往啊？是毋？无啦，迄是第一次啊，特别交代我讲，叫我爱家己照顾啊，无你敢叫我无爱插伊哦？照顾，啊是要照顾到啥物程度啊？哦，我看恁两个唔若安尼尔呢？唔若安尼，啊无啊，搁安怎？无是安怎哦？佩莲啊，你的面吼咧甲我讲，你咧谈恋爱啊啦？哎呦，无啦，恁莫乱讲话啦。我哪有？我甲你讲啊，查某囡仔哦，咧谈恋爱时阵，我看伊的眼神就知影啦。啊，你知无？我伫你的目睭内底吼，看到一个查甫囡仔，吼，伊挂礼帽的乌目镜，手顶冠阁有花呢，啊，毋就是林嘉欣。我甲你讲啊，旁观者清。我唔相信这个林嘉欣，敢那因为地头钱所才会找你斗相共，伊吼一定是煞着你啊！敢讲你拢无感觉哦？无啦，啊！伊只是表现一点仔风度甲礼数尔。啊，恁两个就安尼有来有去哦。我甲你讲啊，有真侪爱情的故事，拢是安尼一步一步发展落去的。啊，这个林嘉欣嘛确实真优秀啦。我甲你提醒一下哦，伊即摆已经真明显咧落去安尼。啊，恁是毋是爱好好考虑，到底要接受伊啊无？莲诺，我。拜托，莫唱好无啊？这吵的。西四段，到底我唱可能够你听的，你嫌我吵，我无甲你收钱啊。买四段，行去四段，莫牵拖我啦。咋？你讲啥？你无四段？袂通伫袂人无讲正啊！甲答应。答应啊！答应啥？就进前相亲迄个啊，阮阿母讲有佮意啦，我昨暗就甲答应。安尼，都爱甲你恭喜啊！安尼吼，我来改唱另外一条歌互你听，只是我要唱啥物歌较好呢？啊！快来厝房，互你快乐一下，要开始唱哦。今日是快乐的春。拜托，莫阁唱好无啊！你点点要甲我吵，我着足快乐的。怎么莫阁唱啊？较好心啦。哦，啊是啥物代志？安尼正欢喜啦，哈！好，阁会唱歌啦，客哦，哈。头几年，头几年。阮婿哦，要娶某啦。不要。哦，阿秀婿啊，恭喜你呢。嘿，啊是倒位查某囡仔？啊，我捌看过无？啊，对，进前相亲迄个啊，我有甲头家娘讲过啦。好好好好，好安尼好安尼好啊！哎呀，你若母毋是吼，等要抱孙，安尼等正久啊，敢毋是？对是，啊，阮婿到时若是娶某成家立业啊，我就变大婿啊。你讲啥？敢毋是？
阮婿若是娶某了后，娶落来就家己出去开店做头家。到时阵头家娘，你敢毋免想我起来做大婿吗？阿相婿要家己出去开店哦。人讲成家立业，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啊，对不对？仔，你莫搞话啦！我啥物时阵讲要家己出去开店，拢你家己咧生话。你本来讲你家己做计划好诶，即摆搁搞话。啊，好啦好啦，你是使，你上大，我讲啥物都唔对，我来去做工过吼。头家娘，啊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是毋？我就是吼。要来甲你讲哦，你顶摆甲我提起迄餐，讲哦，咱要家己做铁锅的代志啊。铁锅车，进前拢是应人客要求哦，才做好人诶。啊，即摆看起来，反应拢袂歹啊。台北教授哦，嘛学了有着啦。若是咱主动订规格做来卖哦，应该会有生意哦。我嘛是安尼咧想咧，嘿，啊无吼，咱先为这世代吼开始来吼试卖看卖。既然进前的人客哦，拢委托进动的车较侪啦，咱就对动盘来开始做啊，可能有较好卖，啊，就看头家娘哦，啊有同意无啦？安尼好啦，人迄阿队啊吼，无迄个意思要买呢，阿公要等吼，即礼拜六的时，阿因秋宝交船转来了啊，咱再来因家吼，甲参详看卖啊，若有确定的时阵哦，咱就讲开始吼去试做啊。好啊，我有算过哦。若是咱家己来做，应该真正有利润才对。安尼哦，好。吃月饼听话，落啊滚嘞嗦。阿弟啊，互你为乡村，搁来到这么远的高雄码头，歹势啦。无啦，乡村到高雄哪有外远？我刚才你无叫我去国外甲你食。哎呦，你创啥啦？遮侪人在看呢，你拢袂歹势哦。袂歹势啥？咱两个人是阿婆呢。而且哦，我早顿去国外的时阵，我看许阿多阿都骂你啦。啊，人外国人是外国人啊，台湾人没关系啦。好啦好啦，阿无安尼算。对啊。啊，厝内一切拢平安啦吼。拢真平安啦，啊你若是烦恼吼，可以去听我的话，莫阁惊船啦。啊，我的船长就是做迄无线电的报务员啊，啊，人个船头家嘛就看中我个，就做甲好势好势，你来叫我来做。咱乡村也有搁较重要个代志要等你倒来做啊，啊，恁国家个产物遐尔济，敢讲要真正放我一个人做？啊，你毋是换甲好势好势？你毋通袂记真个，你郭秋木吼，才是咱国家个大头家。啊，我吼，干那会晓煮饭尔尔啦。好啦，咱赶紧转来厝。啊，佮有迄铁牛车的代志，要互你决定。铁牛车？咱厝里重要的代志吼，就要交互你这个头家来决定。啊，咱才有准绳吗？袂到吼，我即几年去行船啊，啊，咱乡村的变化遮尔大，连阮的土地吼都顾袂掉啦。啊！你是讲，啊，着台电迄核三厂啦，开始咧征收土地啊。啊，怎嘛？你敢毋知？台电核三厂哦，有啦，有听过啦。安怎？啊，恁的土地有去还着因的计划用地哦？是啊，马汉山迄片哦，差不多拢着啊啦。啊，即摆还搁咧抗议，争取看啥物哩买啦。啊，若无吼，嘛希望征收较少咧。对啦，对啦，希望是安尼啦吼。秋宝啊，你即阵吼上花，要住偌久啊？你伫当时要过上船啦？
啊，伊就无爱互我阁继续行船啊。嗯，啊，你行船遐轻松，全世界溜溜去，土地田园吼，石头遐尔侪，拢放我家己一个人做。到时阵啊，顾无好势，你是毋通怪我呢？嘿啦，秋木啊，吼，那恁阿对啊吼，真正足甘心的呢。啊，厝内面的工课，啊，搁田园吼，哇，逐项拢爱伊安尼烦恼啦。啊，恁阿母吼，年岁嘛有啊。啊，你一个查甫人吼，来当安尼转来吼，甲斗欢，伊就会较轻巧啦。啊，无我看恁阿对吼，家己一个人安母家了，拢要扛袂起啊。所以吼，我即阵转来。就是听无嘴，我决定吼，我爱搁去行船啊。阿弟啊，啊，安尼你有欢喜无？嗯，啊，人我是咧替你这个大头家拍算呢，你搁嫌我？啊对啊，人恁秋木足巧的呢，会晓听无嘴哦，人咧讲听无嘴是大富贵呢，真好哈、啊。对啦，即嘛。啊，人头拄仔讲的迄铁牛车的代志啊，迄牌子吼，阮是无啥物意见啦。啊，若是介绍讲会合，啊车好用，阮就一定会买啦。嗯，是啦，阮全部嘛吼，讲安尼真对啦，一切吼拢信任恁啦。啊，若必要吼，阮会当先付定金的。好好好。好啦，啊，若是有决定吼，我就随来传了，先租一台，后礼拜通知恁来试车，安尼敢好？好啊好啊，真麻烦你了，行安尼讲啦，哎呦，食水果啦，好好好好。谢谢，啊，贵嫂来来来，啊，食贵子啦，哎，来来，坐位啦。你客气哦，你客气哦。对啦，啊，我跟你讲吼，啊，即马搁等两个朋友啦，哪来先哦？啊，坐位，啊，再叫吼，阿秀嘛，跟你介绍讲，即台铁牛啊吼，阿妈使用，啊，伊的好处在倒位哈。啊，来先点，先点茶，先点茶吼。啊，食贵子，食贵子啦。芝麻。啊，蒋姐，贵长，来来来来，啊，今麦就叫阿尚吼，给你介绍这台铁牛啊哈。啊对，秋波，蒋姐是贵长哦，这台铁牛车哦是十五尾的柴油啊啦，一当再少少一栋牌上无问题嘞。啊车台哦是参考日本车设计，总重量哦减120公斤，减120公斤？系啊。啊，你足省油的呢，啊，不过伤轻，敢会较狠？我昨暗特别去试车。连高速转弯的时阵吼，拢足载的，我扛车才够40，拢无啥物感觉，考虑就过去。其他补品哦，拢是用英国的较济，算较会好啦。那唔用日本货，澳洲的唔是较贵吗？日本补品哦，逐年拢来改，若是无同年度就拢袂合，颠倒成本啊。啊，不过吼，澳洲旧零件拢会当通用啊，咱台湾人哦，算较会好啦。啊，价钱俗偌济？这哦，你甲头家娘参详就好啦。大概哦，进前两台的钱，伊当买过一排哦，三台的车啦，安尼有熟无？一排，啊是号做啥物排啊？是要叫做，要叫做，都用佩莲小姐的名，叫做佩莲排就好啊啦。啊，这也不是我设计啊，侃侃对我家来是要创啥？哦，佩莲小姐，你是予本店未来头家娘嘞，啊，本店发明车，叫做佩莲牌就上水啊。嘿啦嘿啦，阿婶，你足够话呢？我够话，啊，这不是阮婿定你讲的话，嘛你 OK 啊？啊，你敢要是食着阮婿的嘴烂哈？你若是搁乱讲话吼，我就甲你踢起来。啊对啦，阿尚西，啊你顶届毋是有甲阮讲，啊要借阮来试车？对啊，当然爱试啊！即个乡村本土家己做个铁牛车，要耐操耐用个，无要怎叫做铁牛车？安尼当时要来试车呢？啊，无咱看行就行啦。今仔日吼，我看天气袂歹呢，无咱即马就来好无？有理有理，啊现试现拍分数啦，啊要买个人吼，甲钱摕出来跑好大。对啦对啦，阿尚啊，无安尼啦，啊恁吼拢去试车，啊试试的时中档吼，才少少倒过来坐中档哈。啊，来啦，来来来来来，车来车来来来，我开车哦。来哦，坐新车。来来来来，这里要。哇。
恁塞过来啊，拢会现呢。吓啊！还搁载遮济。我载遮尔多，我载尔尔。吓啊！放心啊，好动的啊。第三代啊嘞，咱拼一个哦，看会当做五代啊，会较细腻啊。好，做五代吼，我看我的奖金给你，我愈来愈紧啊啦。你去门头给娘啦。哎，石头姐在啦。石头姐，叫我坐就有效哟，恁老实在有够无意思的。石头姐，你先啦。啊，想讲啥子你无礼貌吼，爱对囡仔人看不待事啊，我替家你回死你啦吼。这是无礼貌，小姐，来得坐啦。你家己有咧做替我吃，听讲俗阁好用，恁是安怎唔免通知我一声？恁是看我无哟？歹势啦，我唔知影哦，你嘛有兴趣？我当然嘛有兴趣，这款型的哦，你甲我做落来。什么时阵会当好啊？一个月拢排满的，我过去看卖好无？下个月哦，上万啊啦！这台若做好哦，先给我开灯来用。这哦，我甲头家娘参详看卖啦，伊若是讲好吼，我就尽量配合，好无？阿雄，啊，我看哦，你回去哦，跳出来干走，我出主本，好，你顺咱讲一半，你看下款。跟你合作。石头石，你别讲生笑啦！哎呦，我免来讲生笑啦！你若同意哦，我条数是变变，随时都会当做。你顺咱讲一半，照变照行。啊，石头石吼，嘛真无意思嘞！马上吼就要替我车啦，啊，即马连阿尚西吼嘛要甲伊抢走。这嘛不用怪恁石头姐啊，啊社会都是现实啊，哪有钱通好赚哦？迄什么步数吼，拢冇人用。啊，阿尚西甲石头姐两个人感情才会合作。这真歹讲哦，啊阿尚西也毋是咱什么人啊，啊阵哦这条件若较好啊，诶，啊咱要甲动哦，嘛无迄个权利啊。阿尚西伊吼。嘛毋是咱厝内底人啊，啊，咱若想要甲伊阻挡吼，也无法度啦。阿母，啊，你看，安尼咱要安怎？即个上师吼，是甲以前咱遐个师傅吼较无共款啦。啊，伊人哦，实在古意啊，佫实在，啊，做代志吼嘛足守本分的啦。啊，即摆有可能讲要跳出去家己做吼。啊，这哦，拢是石头姐啊，伊家己拉去，毋是伊的本意啦。阿母，伊看阿尚西吼，并无想要离开的意思啦。啊，恁看，即马这吼是要安怎应付吼，较妥当？阿兄讲加薪水。加薪水？有啦，啊，我嘛有收过啊。啊，不过人恁石头姐啊吼，是要甲伊离婚啊？你一人一半嘞，啊，恁要加薪水是要加偌济？阿兄讲吼，若是甲奖金搁甲伊调好较悬嘞。啊，人都要离婚，一人一半，啊，调这奖金，啊，会当调偌济啦？啊，若要安尼哦，我是想讲，还搁有一个办法啦。阿母讲吼。阿兄问你讲吼，啊，搁有啥物较好的办法？啊，这个阿尚西吼，是自恁阿爸过身了吼，通咱店的吼上介好的师傅啦。啊，都足可惜的。伊若要是讲吼，咱家己人吼，啊，咱就免烦恼遐尔啊济啊。
阿母讲吼，阿尚西若是咱厝内底的人，就搁较好啊啦。你这个派去啊，我给你换一个大型的喇叭，较大声，较安全。啊，你有够大声无？这个少年啊，搁未歹哦。啊，你有当考虑看卖无？要叫伊做我的囝婿哦？是啊，一减二高，这较唔好。随时间移动，偶尔也会有风，心中开始小小的激动，生命旅程勇敢而宽阔，不用开口也。